走，我们去吃大餐。啊，不要啦，我要减肥。昆尼基哇，大家好，我是佳慧。所以说呢，减肥是女人的终身事业，但是现在好像变成所有人的事业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好物啦。日本销售 No.1 超人气、超级热卖、超有效、超安全的日本酵素，就是Shinya Koso新谷酵素。很多人都知道呢，酵素可以减肥，可以瘦身。那么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酵素吗？现在我来告诉你们，酵素呢是一种酶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促进新陈代谢。随着我们年龄增长，体内的酵素呢会逐渐的减少，所以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我们的酵素哦。酵素呢在我们减肥瘦身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可以帮我们排除体内多余的毒素，还有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。再来就是帮我们代谢掉体内多余的油脂、淀粉、脂肪。这个日本品牌 Shinya Koso 新谷酵素呢，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在日本呢已经多达了5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采用了全天然的活性酵素，非常深受日本市场的喜爱还有信赖哦。我手上拿着的这两个呢，就是全新系列、全新版本、升级增强版的。蓝色的这一包呢，就叫做叶石活性乳酸菌升级增强版。所谓的增强版呢，真的是超厉害的，里面的功效呢全部大大的提升，更能增强分解食物的能力还有速度，含有有助于我们瘦身减肥的原料，可以控制血糖，加速燃烧脂肪，含有抗氧化的成分。如果你是胃口大的人，它也能够帮我们控制食欲哦。使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里面就是一颗一颗的，总共呢这一包里面有140粒，是有28天的分量。这边是建议餐前呢吃5颗下去，颗一颗小小颗的，所以很容易吞下去，然后就搭配我们的温水，喝温水能够激活里面的活性酵素的成分，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。如果你们时常吃宵夜或者是三餐不定时，喜欢吃甜食啊、高热量的食物，每次大鱼大肉的朋友，你们会非常适合这个哦，因为它真的能够快速的帮我们去消化代谢掉那些你吃下去的食物，可以帮助我们分解油脂、淀粉、脂肪。每一次吃5颗，它能够帮我们消化掉300大卡，等于是10碗的饭。Oh my god， 真的是太棒了！偷偷告诉你们哦，虽然是增强版，但是相比之下呢，它的价格来得更经济、更实惠、更便宜哦，非常适合给所有年龄层的朋友。我个人呢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，就是当你拿你要的分量出来过后呢，你还可以密封起来，然后丢进你的包包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方便的。接下来的这款新品呢，单看包装就非常的少女心，粉粉的。它的名字呢就叫做乳酸菌活性酶酵素丸。它的里面呢含有非常丰富的乳酸菌，乳酸菌呢高达6万亿个，可以帮助调节我们体内肠道的环境，而且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分解糖分哦，这也是大家非常需要的。它的活性乳酸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，帮我们解决便秘的问题，所以呢它也被誉为肠道的清道夫。包装也是非常的轻巧，里面呢有150颗，30天的分量，带出去呢也是非常的方便。每一次呢只需要吃5颗，在你的饭前啊，或者是你在睡前都可以。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呢，就是它可以当做一个正常膳食的营养补充物。以上呢就是我热烈推荐的两款Shinya Koso的新品，我真的是觉得它的功效非常的好，而且呢价钱也是非常经济实惠。当然酵素呢它是在我们减肥还有瘦身当中是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效果的话，一定要搭配健康的饮食、适量的运动、充足的睡眠，我们才可以在减重减肥当中更快的达到预期的效果。想要瘦身减肥的朋友们呢，这两款真的非常适合入手。新加坡地区的你们可以到新加坡的日本药妆店 Welcia-BHG 所有的门店独家销售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一起享受人生。